他把它捧一捧一捧一下。大绿色。然后它快要重心重力加速度散开了。为什么会先水先出来？好漂亮哦！漂亮，好漂亮！就你最漂亮。我没有哎、欸。那是点点吗？那下面是什么鬼？金龟鱼跟面包啊。这个面包。对啊。这么酷。